今天带大家体验一下在新一线城市南京花3000多块钱做全身体检是怎样的感受。10点吗？哎，对。我有预约过的。往前台走。往前走是吧？好，谢谢。这看着真吓人，这么多全部是要体检的。先给我妈来抽血。好长啊，我看一下多少管啊。啊，早上没有吃，昨天晚上8点开始没吃。13管血，哪抽这么多？抽这么多，你看你全晚都这么长，加起来40毫升的血左右啊。啊，那不多。我妈吓死了。他今天还跟着帮你查有没有癌症啊什么样的呀？我找过癌症医生。我们家是家族癌症那个高发病史。哦。所以我说给我妈做一下体检。采的比较多，找一个好一点血管。轻一点，我妈怕疼。我轻点，你干嘛抽我血花了一呢？那还没开始啊？这是哪档子？我这个黑了你，我这是神经。我都自个花心那里做十几年，搞黑你。你花心，你把这有名的可真。你这个体检单应该还挺贵的呢。还行，几千块钱。嗯。我们老汉就花这么多块钱，那不一样，他体检的项目不一样。项目不一样，你这个人很全面。不自己，我还糊里糊涂的，对不对？你把自己的病可以给他看。假如自己真有病的话，那就看。嗯、早看早治疗啊，没有的话不更好吗？今天不用这样上火了。刚才不用这个，这个不用。我这个第四回那个人开车技术挺好的。啊，是吗？没关系的。看啥？现在去哪里？去眼科 B02。去眼科是吧？妈，这个单子真的是看着是吓人啊，这么多。我去眼睛。你眼睛不是经常流眼泪吗？那咱出来，我们在外面等等呢。现在做眼科检查。刚才我妈做的是视网膜病变什么评估，接下来就是到眼科，然后视力、耳鼻喉科。整个体检啊，最好是每年做一次。第二次带你做了，下次等阿爸有时间都来，你俩给阿爸也做一次。一脸不满，我妈一脸不满的表情。不满就是你们那个花钱别再说。我给他做了，下次打死人都不做了。我主要把钱交了，你不来，钱他也不会退给我的。你退给我。等一会儿不能喝冰水了，你咳嗽还喝冰水。不可以喝冰水了。慢慢，他个子虽然奇花的多，他服务好方便。你比我们排滴滴。这是在量血压，量完血压以后就要给我妈量那个身高、体重。高血压。不是高血压，就高一点点。1.54米。134。下一个是到内科，在这边做心电图啊。做 B 超没做，赶紧去做 B 超。做 B 超是吧？阿妈让你去做 B 超，阿妈就在这边做。做完以后可以上厕所。现在我妈要检查那个肺功能，幽门螺杆菌。这个应该就是做那个幽门螺杆菌测试，还缺一点。马上要变成黄色了，还有一个骨密度，挺好的。我其实我自己给我妈报了，我都不知道她一共要做哪些项目。你好 ，CT 在哪边做 ？CT 啊，CT 没拍好，中间大门右手边，就那个 F 区。啊，好，谢谢。那他这个是免费是吧？应该是检查他应该是双面夹菜。CT 在这里。做 CT。差不多2个小时吧，所有的项目全部做完了，还挺快的。就是电子版的跟纸质的我都要。对，纸质的是快递对吧？啊，可以。是快递。快递是自己给钱。啊，可以啊。就是血管有点偏硬是吧？对，外周血管有点，稍微综合注意，低盐低脂饮食，休息好，适当的运动。平时有高血压的话要及时吃药，吃药他经常量。他经常不吃药。不行，要按照他给你的时间要吃药。
牛奶。啊，喝点牛奶，喝骨头汤没有用。骨头汤没有用。骨头汤没有用，他说喝骨头汤跟喝水一样。骨头汤里面的钙跟白开水差不多，骨头汤里面脂肪高。就是要补一点钙片。对。啊，行，谢谢啊，那么走吧。没关系。谢谢啊。没事，啊，慢走啊。药要经常吃，按时吃，一个礼拜以后出结果。现在回家。小老，日本在哪里呀？日本啊，日本在这里写了日本。看到了吧？看到了。它就是像很小很小的，像一个小虫一样在这里。就叫做羊山。对，中国的话像一个大公鸡一样，看到了吧？中国。亚香在上厕所。亚香好了吗？嗯，妈妈给你擦屁屁啊。小弟，我们都在这里，你们家在这里旁边。亚香看到了吗？这里，黄色的。我中国人。对，这个你是中国，很大。你就骗我了，中国。对。快点吃陪奶奶干嘛了？陪奶奶去医院。姐姐放学回来了。今天上课老师教了什么？我忘记了。你才放学回来你就忘记了？老师给你布置的作业写完了吗？可以了，知道吗？他说一口可以。啊，可以让哥哥亲你一口啊？没有，小弟。你要叫哥哥。哥哥，我的妈妈。你姑姑妈的妈妈。嗯。伊里伊里，看没那个。这样吗？黄总，你是他哥哥，还没他高。小弟说没有关系的，你说以后我会长高的。没有关系的，以后我会长高的。小弟，你现在还想回老家吗？还想，还想回去啊？你在南京，你在南京可以跟姐姐在一起呀、啊。你想回老家是因为想爷爷吗？哎呀，爷爷看到了，开心死了。我在我妈这边，我妈真的每天水果不断，这个是桂圆，然后那个是菠萝蜜吧，每天我妈买两份给我，今天已经吃完一份，我妈扔掉了。这边还有好多橘子呀什么的，还有什么苹果吧？啊、哦，这边还有一份菠萝蜜。小老，嗯，以后我长大了可以去你们家玩吗？你想去日本玩吗？想。可以呀、啊，姐姐想去玩吗？可以呀、啊，想啊，可是我不会说日本。可以呀、啊。没关系呀、啊，你可以现在可以学一点呀。可是我记不住。等你爸爸学会一点点以后，你让爸爸教你。好吧。我在家学一点单词，然后。再等你们大一点点，你们想去玩的时候，小老带你们去玩。小弟不蹦不蹦，下会吵到楼下邻居啊。现在杨翔说的中文，你们都能听得懂吗？都能听得懂啊？你们现在能沟通吗？能。